小声笑声满载温馨，快乐发生内，我心我心情如醉，亲亲心中爱，每一次都满载温馨，暖入我体内，每一次都情浓似醉，快感永不变改，明白有爱有家在，承受冷暖也心开，无论塌下半边天都不变改，从未有变过一日，无悔爱你一生，无悔奉上一哎呀，认识喝标饼搞什么鬼呀、啊？喝喜酒吗？搞这么久，又不是什么大饭店。哎，外婆，难得你这么快就嫌人家慢啊！小姐，哦，皮包，哦，哎，小安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今天早上多星啊拿了四张赠券来，让你们晚上去看电影啊。什么电影啊？鬼计程车，正点啊，7:30还来得及。大哥怎么样？哎，没我的份，大早上夜班，我要带乐乐。这么早？哎呀，这么晚呢、啊，看什么鬼电影啊？喂，是谁在洗手间呢？半个钟头还没出来。哎呀，大概是向海吧，我去叫他。哎，你怎么这么久啊？好大的味儿啊！是。喂，向海，你怎么了？打翻了沐浴露了啊？哦，不小心倒太多了。干什么？有约会啊？啊，不是的。喂，向海啊，你今天早上好像已经洗过澡了，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了？外婆，你不上，我先上了。我们也别抢啊，快帮我录真情。知道了。向海，帮我开饭去。哦。喝喜酒，活舒服。让我瞧瞧。哇，哎呀，帅哥，你看看你啊，这么大个人，连领带都打不好啊。哎，我不会打领带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会打不就行了？我娶你就是因为你会打领带。嗯，喂，大哥，啊，冷气是不是开得太大了？好冷啊！真没规矩。嗯，是啊，说话没大没小的。哎，外婆好了没有？她去厕所了。哦，我先下去叫计程车等她吧。啊，哎，叫不新一点的啊，冷气才比较强。知道了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哎，爸，去喝喜酒啊？是啊。妈，哇，怎么这么漂亮啊？回来了，豆花。喂，姐姐，干什么？请你看电影，赏不赏脸？什么电影啊？鬼计程车。嗯，无聊。不过这种无聊电影我最喜欢看了，去的时候记得叫我啊。好了。喂，豆花回来了。哎。哎，大嫂，喂，天福，财经新闻开始没有？哎，几点了，姑姑？早就过了。不会吧？喂，姑姑最喜欢看恐怖片的，我瞧瞧要不要看啊？鬼计程车。喂，这个名字已经够恐怖了。还有谁去啊？那有你啊，我大姐，还少一个。啊，海哥，海哥，干什么？去看电影啊？看电影？是啊，还有一张票去吗？看电影啊，去吧，向海，去吧，你们年轻人一起去看场电影吧，我替你看着小军啊。好，谢谢荣姨。来吧，海哥，如果你不去啊，说真的，我一定会被这两个女人撕开两半。是吗，向海，一起去嘛，别婆婆妈妈的，去吧。去吗？好了，我去换件衣服啊。喂，可以走了吧？彪炳呢？爸去帮你叫鬼计程车了。什么？是一部很高贵的计程车。兔崽子。好了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我要带件薄外套啊！哎，我帮你拿着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当心啊！好了好了，哎，小安，记得录真情啊，11:00啊。是的，知道。记得带点吃的给我。好了好了，四少爷，你什么时候学起人家当起媒婆来了？如果我梳个发髻，穿条长裙，粘一颗黑痣，也挺像个媒婆的。哎，开演了，快点啊！好了好了。哎喂，就快开始了，鬼影也没见到一个。喂，你别吓人呐，什么鬼影啊，乱说话。也许已经进场了，快去换位子吧。先换位子吧。快点啊。哎呀，这种鬼片子啊，如果要我一个人看，我才不敢看呢。不过还好，有你和小安两位猛男陪我看，才没那么怕。其实这部电影。喂。哦，黄老板。啊，是啊，现在日元已经升得很高了，如果你早一个月投资更好，能比现在赚多一倍呀。哦，你今天想签合同啊？行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立刻坐计程车来。哦，你要10:00能才有空啊？哦，那好吧，那在哪儿？OK，马上见，拜拜。
看完电影还要见客户，不就很晚了？做这一行早已经习惯了，如果每个客人都像你这么为人着想，我就舒服了。嗯，才这么几个人，这部电影好看不了到哪儿。当然了，现在世道不好嘛，别说看电影啊，都连工作都找不到啊。就是嘛。喂，你们看电影要不要买点吃的？对的，姑想吃烤鱿鱼，我帮你去买吧。哦，好，哎，走。喂，向海啊，要加辣啊，会点辣，一定要特辣啊。知道了。烦呢。谁说的？女人就是这样。你说的也是啊。拜托，多加一点辣酱。好的。10块钱啊？是。喂喂，谢谢，海哥。来干嘛？帮帮忙。哇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吃啊？是啊。喂，这里还有呢，帮帮忙。喂喂，来不及了，走走走。我真是想吃东西，对，吃了，太好了。烤鱼在这里，谢谢你啊！哎，给我一罐汽水。喂，你先别喝。为什么？总之你就别喝了嘛。神经兮兮。喂，向海，你的衣服新的。怎么？有什么不对劲啊？真是糊涂蛋！你看看你，你是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太离谱了。姐姐，那边有人花生卖啊。看完再买吗？不行，等会儿要吃的嘛。那你们先进场。哦。来，走吧。哎呀，你真烦。快点啊！再播了。上海，不用等他们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我想看预告片。好了，没电影看，我就租录影带。喂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喂，你不希望海哥早点娶老婆吗？你胡扯什么呀？没头没脑的。喂，大姐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的智商原来这么低啊！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什么？哎，你说海哥跟姑姑？相忘是有梦了，不过不知道神女有没有心呢。你这个媒婆猛扇扇子，小心扇熄人家的火。人家是熊熊爱火，哪有这么容易扇熄的呀？喂，大姐，如果你有对象就告诉我，那小弟我为你略尽绵力好吗？你神什么你？你先顾好你自己吧。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辣死我了，辣死我。向海，给我喝一口啊，好吧。舒服点了。魏向海，你挺了解我的嘛，买这些挺合我胃口的。怎么了？不敢喝啊？嗯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怕喝我的口水，以后会听我的话。不是，怎么会呢？嗯，挺好吃的。小安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会不会走错别家戏院了？哎，你坐下吧。你走了谁来陪我啊？又不是小孩子，不会走错的。合格时到了。不用找了。真的有鬼！你看出来了，好吓人啊，好恐怖啊！你看他的样子，全身是血呀！要开夜班就不能怕鬼。干杯！哎呀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？无缘无故失踪了，幸亏有向海陪我看啊，要不然真的会把我吓死了。哎，别，回家之后有点好看的，慢慢审你们，就这样啊。怎么，他们干嘛不来啊？说遇见的朋友啊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呀，欢迎上海，走走。惨了，上海，下这么大的雨啊！我又没带雨伞，一定会变成落汤鸡了。怎么去见客人啊？真是气死人了！你等我一下。喂，上海，上海，有雨伞了。上海，你真是太好了，你人这么好，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的。你别取笑我了。你看看你啊，湿透了。来，我帮你擦干吧。我自己来。谢谢。喂，你的脸啊，今晚起码红了6、7次了。我的样子真的这么吓人吗？其实我……黑死！彩瑶，这把伞送给你了。喂，到哪里啊？喂，向海啊，刚刚看完《鬼计程车》，怪恐怖的，不如你陪我一块去吧。啊？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拜托，到兰桂坊。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，双眼无辜地仰望
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在我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幸好我们上了车才下雨啊！哇，哎呦！哎呀，要死了！一股臭腥味儿，是谁这么缺德在这吐的？这是，可能病了。这也有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恶心死了！连我刚才吃的喜酒都快吐出来了。你千万别吐啊，一吐就白花几百块了。哎呦，我才没这么笨，小心滑倒啊，妈！哎呀，真是这人真是没有道德心。哎呀，是哪个短命鬼啊，吐到我们门口了？一定是对面那个王八蛋！喂，你故意吐在我们门口啊？是缺德！我来收拾吧。哎，小心，上海！哎呀，怎么是你吐的？哎呀，啊，进去再说，进去再说。哎，夏海啊，房间门口也擦一下，不然彩瑶要、什么？小姐，是彩瑶吐的。老板，是啊，彩瑶有个客人晚上找他签约，后来他喝的太多就醉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人家出钱他就出命，赚钱不容易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几十岁人了，怎么说他都不听你的，真是。哎，快点擦干净啊！看见他我就生气，那向海忙得团团转，他睡他的大头觉。老是让人家帮他处理善后，起码有件善后的事是他处理的。什么？我说是小军呢。还敢说呀？要不是小军命大呀，早就被火烧死了。哎呀，他呢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，有时候是忙不过来嘛。是，又要忙着唱卡拉 OK， 又要忙着打麻将，还要忙着逛街，他就是不肯好好的找份正经的工作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彩瑶很坏呀？我就老实告诉你吧，她要不是我的亲妹妹啊，怎么看也不像个正经女人。或许将来找到个好男人，有的救呢。哎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蠢的男人呢？又不是买菜送棵葱，没人肯要的。但是，如果有呢？哦，就算有，也要看看什么人了。弄个七老八十的有什么用啊？如果是向海呢？如果是向海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贴点钱买张床给他做嫁妆也行啊。哎，彩瑶哪配得上向海呀？你看看你这人多自私啊！事实就是这样嘛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哎，彩瑶哪有这个福气呀？哎，这次你可错了，这次发球全在彩瑶这边。你是说这？我是说呀，向海暗恋了彩瑶很久了，傻瓜。你不觉得他最近很注重打扮吗？真的，哇，这次真是彩瑶走运了啊！喂，老婆，你叫向海多加点攻势才行啊！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嘛你？向海一向是脸皮薄，我们别把他吓坏了，最好装作不知道啊。哎，知道了，你以为我像妈那样乱说话的吗？我有分寸呢。哎，你叹什么气啊？担心什么呀？一个呢是愿打，另外一个得要愿挨才行。你怕彩瑶不肯呐？嗯。哎呀，睡觉睡觉，来来睡觉吧。哎呀，真是。大表哥失灵怎么解释？啊，失明啊，失明没得解释啊，人家是演电视的嘛。不是，是英文啊。啊，英文。哎，向海，喂，失明什么意思？失灵啊。天花板的意思啊。哦，不过英文确实不一样啊。嘿，小娟啊，你看看够不够啊？够。嗯，等一下端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小心把汤洒了。嗯。哇，真细心嘿，说你是他老爸也会有人相信呢。福哥，别拿这些开玩笑嘛。不拿这些拿什么开玩笑啊？向海对小娟真不错啊。哼。哎，
如果我这个妹妹嫁给向海的话，那我这个做哥哥的就放心了。你放心吧，你看你口水啊都流到叉烧里了。哎，向海，怎么了？昨天着凉了啊？没事。走，大哥大嫂。海洋。妈咪。哎，姑姑。咋？这么早，不多睡一会儿？嗯，不睡了，一醒来就睡不着了，没办法。小俊啊，妈咪带你去上学好不好？你吃早点没有？嗯，不吃了，晚一点约人呢，回家收拾收拾。我家里啊乱七八糟的，我看要花好多时间呢。哦。哎，不过幸好我平时认识一大堆男人，可以派上用上了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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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事啊找向海帮忙吧。那些男人啊一请难送，知道吗？是啊，反正下午铺子里呢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了。哦，这样。哦，向海，不好意思了，要麻烦你了。哦，不要紧，我可以走了。啊，那好吧，我们走了，小军，大哥大嫂，拜拜，好了，拜拜，老板，善意走了啊，哎，拜拜。哟，没想到你当媒人也有一手啊。哪里哪里，只不过是略施小计而已。哎，向海走了？是啊。那下午送货谁送？你送啊。哦，我一个人呢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向海，这顶是你的。谢谢。这顶呢是我的。开工了。开工。OK。头都大了，随便。哎呀，塞进去，塞进去就算了。哎，彩瑶啊，啊，这里让我收拾吧，你收拾房间吧。哦，这样，好吧，谢谢你啊。咦，我知道你需要的啦，可怜的满头大汗了，高兴了吧？哎，喂，小心呐，千万别摔倒了。要是摔倒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弄好了，行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喂，向海啊，没问题了吧？啊，向海，这猪排那味道不错啊，你多吃一块。来，多吃点菜。嗯，哎，我们大家交换了。那，再给你多一点饭，你不多吃点呢，待会儿啊就没力气了。焕然一新了。哎，多漂亮啊！放这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大功告成。如果小军放学回来呢，看到家里变得焕然一新呢，一定会高兴死的。哎，向海啊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。我呢，先别说这些啊，我这次呢一定要请你大吃一顿，当作是谢谢你 ，OK？ 你别跟我客气了。你才别跟我客气呢。嘿，摩西摩西，是？什么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哦，好好好好，我马上来呀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小军在学校摔了一跤，送到医院去了。喂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小军，小军你怎么了？妈咪在这儿啊，小军，海哥在这里，你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发烧啊！我去找医生。医生，医生在哪儿？说什么？什么？小军，你说什么？小军，向海还叫你啊！你把手递给他。乖，弟弟在这里。小军。小军，没事了，不用害怕，痛不痛啊？向海啊，你别让他又想起痛嘛。小军啊，你乖乖的告诉妈咪，是哪个同学那么调皮把你撞倒？妈咪去学校告诉校长，打他的屁股好不好？妈咪是我不小心摔倒的。小军啊，你没事就好了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，医生，我女儿没事了吧？哼，没事了，她很勇敢，护士帮她洗伤口，她都没哭。小军一向都很坚强的，啊？小妹妹一定是像爸爸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如果像我就惨了，要是我，早就哭得死去活来了。小军啊，妈咪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她要留院观察24小时。啊？医生，你不是说她没事了吗？怎么还要留院观察？哈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
通常病人脑部受了碰撞，有晕过去的情况出现，都要观察24小时的。没事。是啊，彩瑶，留院观察安全一点嘛。哎呀，你不知道的，刘小军一个人在医院过夜，黑漆漆的，换了是我也会害怕的嘛。这样好了，我留在这里陪他。这样啊？是啊，有弟弟陪就行了。弟弟？哎，哪个弟弟啊？小军，你弟弟来了吗？哦，不是。哎呀，你不要问这么多了，看看小军怎么样了。你没事了吧，小军啊？啊？哎，你当他的爸爸，你晚上可要留在这里陪小军过夜。我不行啊，我怕黑啊。嗯，你什么时候当人家的爸爸了？哦，不是的，老板。哎呀，我拜托你了，走到这儿气还没喘地呢，问那么多干什么呢？哎，就是，我一听到电话，我急得要命啊，到现在我这个心还砰砰跳。哎，小军呢？现在还痛不痛啊？啊？哎，如果哪里痛的话呢，要告诉医生叔叔，知不知道？拜托，请问你们晚上哪位留下来陪他？要先出去登记一下。哦，好。等一下我们就来登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。谢谢。对了，医生，我想问问我女儿会不会破相啊？嘿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医生。拜托你，你怎么不担心她会有后遗症呢？就知道担心她破相。什么？医生刚才说我女儿没事吗？如果好好的多了一道疤，谁要啊？我要啊。我晚上要陪小军过夜。我要开心天地里的大熊宝宝啊！小军还会趁机要礼物呢，证明我女儿啊脑袋没撞坏吧？好吧，那我就送一个最大的熊宝宝陪小军过夜，这样就不用怕黑啦。真的？是啊，妈咪怎么会骗你呢？勾勾小指头。我要和爹爹勾小指头。妈咪知道你现在最想吃什么了。哎呀，拜托你啊，别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好不好？谁说的？我知道小军最想吃的就是金华火腿通心粉。啊、哎呀，吃一大碗呢、啊。哼，如意啊，你看看金华火腿好硬啊，怎么切嘛？傻丫头，当然了，金华火腿还没剪肚嘛，硬邦邦的，怎么吃嘛？来。到厨房去，我教你啊！好，谢谢容易、啊、我帮你。好、啊，喂，你们很少看见姑姑亲自下厨吧？这次居然要跟火腿搏斗啊！是啊，将来你生了孩子，你也会这么紧张的。是是啊，生孩子千万别像你。你们呐，都没儿女，没资格评论的。就是嘛，母爱就是这么伟大啦。就是嘛，母爱是非常伟大的。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嗯啊，谁说的？我妈生我们的时候很辛苦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母爱的伟大呢？所以呢，乐乐，你将来要。孝顺你妈就行了，不用管我啊。算你会教孩子。哦，是孝顺妈咪啊。那太婆呢？是啊，你别忘了还要孝顺我这个姑姑啊。姑姑还有我这个叔叔啊。叔叔我们是叔侄俩呀、啊，叔侄啊，知不知道了？知道。哎，没办法了，家里有一大堆人，责任要等着你来养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不知道？好了好了，厨房有8道菜等着你们端出来呢。知道。是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啊。你不要看彩瑶平时啊凶巴巴的，其实她心地挺好的。哎，真是。对了，如意，你再说一遍，通心粉要怎么才会比较爽口啊？那先把它煮一煮，然后用清水冲，就会爽口了。喂，你除了答应你女儿煮通心粉给她吃，好像还需要送个熊宝宝给她。哦，我说说而已嘛。啊，说说而已啊，姑姑你小心到时候啊，小军看不到熊宝宝会大哭起来呀。是啊，那怎么会呢？小军才不会乱发脾气。每次啊，我一煮金华火腿通心粉给他吃呢，他什么都会忘记。每次。你连通心粉用清水冲都不知道，我看你是第一次煮吧。其实每次都是隔壁的陈太太帮我煮的。真是的，你们也知道我不大会做母亲的嘛。不过这次我是真的很认真的，我想自己亲手煮给女儿吃。容姨啊，你再教我一次好不好、啊？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去厨房我教你、啊。好，谢谢、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快开饭了，向海哪儿去了妈？是啊，轮班嘛，他在医院里头陪小军。等一下吃完饭呢，我带些通心粉去给他吃。哎，他那个24孝的老妈呢？不是说母爱最伟大吗？你就饶了他吧，他怕黑嘛。哼，吃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
2180张票。哦，那你再给我一袋铜板吧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要打烊了。我很快就好，拜托你啊，我很需要这只熊宝宝的。我也很为难啊。真的，我真的很快，我今晚一定要得到这熊宝宝的。看来那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哇，好烫啊！喂，吓死我了啊！一声不响在我背后啊，你真是的。魏向海啊，今天真的好热哦。是啊。我看呢，你一定是热的睡不着了吧？哦，不会，煮通心粉给小军啊。嗯。很晚了，明天再煮吧。不行，难道明天又要指望容姨啊？刚才吃饭的时候呢，我没有胃口，现在肚子啊饿得咕咕叫了。所以呢，就想预习一下，明天可以快一点吗？啊，容易说过，嗯，水开了之后熄火，然后过清水。喂，怎么搞的嘛？向海，你看看，整锅通心粉都粘锅底了，不能吃了，全浪费掉了。我帮你吧。哎，不要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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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帮你嘛，填饱了肚子再说，好吧？这样也好啊。这咸蛋成只系你嘅。你这边还有没有啊？这里还有啊，全给你吃，我明天再煮。好，你煮啊？嗯。那我不跟你抢了，你真厉害啊，随便煮煮呢已经这么好吃了，我啊笨手笨脚的。嗯，可是不行呢，你煮的那么好吃，小军一定知道不是我煮的。哎，人家是妈咪，我也是妈咪，我这个妈咪呢真是太没用了，连女儿呢也比我强啊。你别怪你自己了。上海呀，哎，这部戏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很熟似的。哦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很感人的。爸爸妈妈这么做是逼不得已，去到三婶都要听人话啊。怎么了，彩瑶？啊？其实我以前也打算不要小军的，把他送给别人了。可是这个丫头啊，我一放下她，她就哭得稀里哗啦的。谁知道我一把她抱起来，她又笑得嘻嘻哈哈的，好可爱啊，亲得要命啊！所以弄得我现在想甩也甩不掉了，不然的话小俊可变成孤儿了。都怪我不好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很怕去医院。其实小俊啊比我坚强多了，如果平常啊他不钻到我被窝里啊，我就睡不着觉，所以幸好我当时没有扔下他不管。这个就是真情吗？我真不敢想象，我又怕黑又怕闷，要是没有小俊啊和我相依为命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所以无论如何以后的日子怎么苦，我也不会扔下他不管的。其实我喂向海啊，好香啊，你煮菜真是有一手，怪不得小军这么喜欢吃你煮的。小军，咦，大嫂，妈咪，大表姐，俺表哥。嗨。哇，好大的熊宝宝，妈咪不管我也要。这可不是我的杰作，傻丫头。啊，姑姑，真想不到啊，出人意表啊！别玩了，小军啊，这个熊宝宝是谁给你的？是周环爹爹送给我的。哦，爹爹。咦，向海来了！喂，你真厉害，你赢回来的。我想知道你到底玩了多少钱。哦，是我朋友让给我的。哦，那这样的话我也要一只啊，是不是叫一声 daddy 这样就有了？或许叫句 honey 也行啊。哦，你们胡说些什么嘛？哎，不是啊，他不喜欢人家叫 daddy 的，他喜欢人家叫他 Bobby。daddy， 你答应我的事真的会做到，妈咪她不会的。哇，谁说的？妈咪昨天和你勾过手指头的吗？妈咪在家里啊煮了好大好大一锅金华火腿通心粉，等你回去吃的。真的，这次容姨没有帮忙啊。是啊，容姨真的没有帮忙的哦。是啊。好了，我们走了好不好？走了，我们回家去了。好啊，海哥抱你啊。喂，小心点啊，行不行啊？你别摔伤我女儿啊，不然我可要你赔给我的。哦，三碗烧鹅，四碗烧鸭，1点钟送到啊。谢谢谢谢。陈记修车厂啊，我送去吧。
向海啊，今天星期三你放假吗？我老是叫你出去逛逛的，你呢就是不肯出去，真是。就是嘛，整天窝在烧腊店里，小心那育儿中。你乱说。你又没我这么幸运，娶到这么好的老婆，容易派你娶媳妇儿，我看要盼到进动物园了。你说什么呀？变成长颈鹿啊！拜托你别这么勤快，弄得我好像很懒似的。大哥，你属蛇的，当然懒了。哎，回来了，老板娘，拜托两碗油鸡面，快一点。好，给钱。你们两个今天不要上班呐？是啊，做完那个企划书可以歇两天，然后再拼命努力嘛。哎呀，整天只埋头苦干，哪有人生乐趣的哦？听到了没有，向海啊？反正我也没地方去，留在这里帮忙嘛。哎呀，有空你就跟我们来，你看今天，哇，阳光普照，风和日丽，最适合去游泳了。是啊，向海，你不去我去了啊，游泳总比在这儿好啊，满头大汗的啊，老爸。你别想，向海，快点去啊。去吧，向海啊，老板嫌你碍手碍脚了。妈，我也很碍手碍脚的，我也去啊。你别想了，你。嗨，各位大哥大嫂。哎，小金，哎，刚刚放学啊？咦，全好了？喂，向海啊，都整个礼拜了，怎么还好不了是吧？哎，还有啊，你应该叫 Bobby， 不是叫 Daddy， 可别念得这么顺口啊。哎，其实 Daddy Bobby Bobby Daddy 叫几遍就顺口了，是不是？是啊 ，Daddy， 今天有什么好节目呢？去游泳吧 ，Bobby。啊，是吗？我和小军很久没有去游泳了，我们一块去好不好？喂，姑姑，你什么时候叫 Bobby 的？哼，我又不是在回答你。是啊，海哥也不是回答你啊。是啊是啊，以后全世界的人啊都叫你大众 Daddy 好不好啊？喂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把爹地妈咪拿出来玩啊！哎，好了 ，sorry， 爹地 sorry， 妈，以后我们都不玩了，可以吧？我们可以走了。九胜圈沙滩旗的可以到那边再买，但是好像还少个跟班拎东西、啊。哎，你别盯着我，我可没力拎东西。哎，这项差事不用跟爹地抢了吧？哦，哎，走了好不好？哎，走吧。这项你跑不掉了吧？走吧。好吧，爹地一块去。你累了吧？是啊，老累。哇，24小时爹地啊！喂，买汽水。我也去。我带你去，来。哎。喂，客官，我们到那边去坐坐。好啊。哦，真的好累啊。哎，豆欢啊，我们好久没有一块出来游泳了。是啊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游泳不是来沙滩的。是啊，是在山间里游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天福啊、向海还有立新他们全都喜欢光着上身，就跳下去了。是啊，一下子呢要捉蝌蚪，一下又摸鱼，结果什么都捉不到。那时候啊，我们只有小军那么大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向海真是没有取错名字啊，最会游泳的就是他。他那个叫什么事啊？哎，我知道。狗爬式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居然还记得？可是啊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喂，你记性可真好哎。当然啦，你知道你姑姑的脑袋呢，只会记得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喂，别说这么多了，我们去游泳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，看看。哟，妈咪，姐姐买给你的。乖啊。来，怎么搞的？走。啊，人家有老公有女儿了，你闹什么指望啦？神经，臭太婆！小军啊，你不要叫我爹地了，好不好？叫爹地才好啊，够正气嘛！我走出来也像个良家妇女。很多人啊，就是爱调戏良家妇女的。是吧？我懒得跟你逗啊，这么热我去游泳了。喂，小心点啊！喂，小军，我们去捡贝壳好不好？来，去玩了。我真怕他跟你不跟我，太没面子了。喂，帮我照顾小军啊！你去游泳吧，我看着就行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嘛！每次都要你帮我看东西，这样吧，我吃点亏吧，陪陪你吧。哎，坐坐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搞？哎呀，怪不得啊，隐隐作痛了整个礼拜啊，原来撞淤青了也不知道。你没什么吧？哎，对不起啊。怎么搞的？打球也不看人，幸亏是大人啊，要是小朋友的话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喂，向海啊。你看看，东欢和小安他们玩得多开心呢！哎，我也去玩了啊！喂，东欢！哎呀，我知道现在啊，海军的肺部好烫啊。小军啊，你今天玩得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
好了，妈咪也很高兴。好了，海哥要走了，你早点睡觉了啊、哦。小俊啊，亲亲海哥。拜拜，弟弟。还有妈咪呢。拜拜。哎，这个乐乐真是的，老是要容姨哄他才肯睡。不过容姨真有一手啊，3岁到80岁都这么受欢迎。哎喂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哦，海滩照的相片是吧？小军挺上镜的啊。那当然了，他像他妈妈吗？喂，看看这张，你们三个多开心啊。喂，社区中心有个摄影比赛，拿这张参选，稳赢的。喂，你别乱来啊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啊？我眼光不差的。洗澡吧。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先洗澡。喂，宝贝啊，还舍不得睡觉啊？明天一早你还要上学。妈咪，你看弟弟样子好有趣。我看看。咦，面无表情啊，他一定啊是很怕照相的。你看他好像很受委屈似的。弟弟是不是很疼我？当然啦，不然呢他怎么会送一个大熊宝宝给你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爹地疼不疼妈咪呢？神经病。哎呀，傻丫头。这么快就睡着了。其实他长得也不错。笑声笑声满载温馨，快乐发生爱，我心我心情如醉，亲亲心中爱，每一次都满载温馨，暖入我体内，每一次都情浓似醉，快感永不变改，明白有爱有家在，承受冷暖也心海，无论塌下半边天都不变改，心中。